哎，你这啥路数？啊，老这儿有一个玉器的交流会啊，前面这个月豪，就这儿的，进去看看。去下面看。哇塞，大佬都是。就是自然国底下建国军后，只要建国军。这是什么这是啥？这还是汉。哎，你这啥路数？啊，老板，大熊猫问题。哎呀，大熊猫，巨无法选，巨啊！你得要吃一下啊，看一下它那个啥嘛，看一下它的光气嘛。对，学的。脸上基本上有油脂的，就把它那个脏东西就清洗掉了。稍微本质的光气就出来了。牛逼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。这点未去是吧？让他过来看一下啊。啊，好的。这位太杂了，一般没人要这。哎，有。这多少钱呢，老板？来一个。这是个章子吧？这是那个继续式的章，我看看是哪个。是继续章。不，这个章我以为是拿的我那个继续式的章呢。这多少钱？这个2000吧。这个这么贵？这是个章呀，不贵了，真不贵。这发灰呀，这2000吧？这啥？这是和田还是？和田的呀。这种章还贵啊，年份好，但是价格凶残暴虐。温柔了好吧，很温柔了，就那个可以啊，那个价格太美了，干不动啊。我这个锁你还没问价了就搞不动。没有，不是锁，就刚那个挺喜欢。哪个？两张啊？2000多还贵啊？贵。那你说多少钱吧？多少钱不贵？我说的就低了，姐姐。有多低啊？几百块钱，我找你买啊。我说真的吧，真的。真的真的。我真的说真的，姐，你几百块钱我找你买，你别找我买，我找你买。好吧。这么小个东西就好贵好贵，这是500。对。是太难，在那边没这么贵。这得小猴确实，这小猴确实好，这1300的呀。所以说杂项是大哥，杂项是大哥呀。好吧，你那个乖乖呀。那肯定了，这好像有点柳。这最低多少钱呢？那您说多少钱吧？我说就低了，我能说1000。那买不了了。那您说吧。人家这2600给你开个张。哎呀，这个棉也多，柳也多。这和田的，对吧？是和田，但是毛病大呀，姐姐。你如果没有一点老东西，没有一点点毛病，不可能。它因为我东西都很干，知道没盘过。这个稍微的有点毛病多，你盘一下就会更好一点。我让我再看一下，这个我这都基本上没听见。你咋喜欢这个？这好，我不太喜欢筒子。这个在哪儿放着呢？我想找个疙瘩劲玩的。这鹅，刚那个看着傻老傻老的。咱这初学者还是整点这个那啥的比较傻开门。你就买傻开门的东西就好了。对，反正你们刚弄完就买傻开门。是，这也是提油。提油。提油啥意思？提油就是过去做的旧呗。就是做的颜色嘛。过去做的旧。对，做旧嘛。它仿宋代的东西。这也是花骨，这个看起来也。它这个原雕件吗？这得多少？这个5000。5000多。这
都是闪开门的东西。我找尽量我认知内的闪开门。刚开始学，不是那么明白，但是喜欢。一点点，就是你自己认为的。嗯，实在不想把路走偏了，我操。这个东西真的是你的朋友圈，这个叫朋友圈，对。嗯。但是我感觉它可以，你在我这边能拍一下就还可以，因为我的东西不是说我这里吹牛嘛，反正我这东西都老的多是吧？老的基本上是老的，少一点。你在我这里买的，如果你买的，我会告诉你什么年份的，都会告诉你。像你刚才拿的这种好，嗯，它就是二三十年的，就是说那个。回流的东西，嗯，但它这个是和田玉，对，我们都会说呀。你在做老货的，他基本上不会说啊，做老货一般都会给人说清楚，对，说清楚在价格的问题，对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年份好，这个年份早，嗯，年份早。哎呀，我就喜欢那个，这个明白的，喜欢那个，这个看着不错。这个白度也好啊，您说多少钱嘛？我开个账，我刚刚开门。1000。那也买不了。那你说嘛，2000多，这个柳叶有点多哎。那老的没办法，要2000块钱给你算了。啊不，那你那个价买不了，那你老的真的买不了。我的价格还是属于低的，知道吧？哎、因为我是一线买过来的，不是说像一线。对呀、啊，我一线。你下去收。我是那我在一个县城里面了。哦。不是像他们就说。叫人会去买，我叫人基本上不买货，就在自己本地买的。可以。所以我的价值稍微低一点，而且你看那个地皮包浆，确实不会像他们就搞得很干净怎么样，我就是怎么买过就怎么放着，不会去洗。地皮包浆很明显，这个确实傻干的。再少点吧，少这啥年代的？应该是他们说是晚清是吗？我感觉应该清代，我清早期明末初的。明晚清清早期的，就是有一道这么大个裂，我就没说什么明代的东西，我就说清代的，这个是清早期的东西、啊。但这个啥了？这个是瓜果芥吗？嗯，1500吧，咱不来回了吧？真的买不了，我1800给你，就这样给你交个朋友，加个微信。哎，不是，那这，来这边，我第一次来这边，知道？我跟朋友他们。我们这边还可以。可以啊，我觉得你这边不行，挺舒服的。买明清剑的少，他们都是买那种中古的。1600。好不好？别差200。哎，我就差200。哎，就差200。我就差200。我是不懂，我就想买个老的，我学习，可不可以？这么大道理呢？算，给你。可以，好的。那种票。那您给我弄一下，回来。1600。1600就卖。还可以吧？啥老？定啥老？这开门的。这很开门，非常开门。这么远的。那没办法。这不领地。其实捡了，说实话，我可以1600，这是标准的标准的老鱼，和田料，对，可以，算有道理。哎，咱们这就转回来了，从这个11层一直转到16层、17层，真的是咱运气好啊。然后老货真不多，尤其有正儿八经老鱼确实不多，就在这一块买到一个这个，其他的基本上都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这个是比较傻老的，这个是正儿八经一个和田玉的，你可以看它这个玉质很油润，然后老包浆几根非常到位，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弓很清晰很硬朗，过去都是驼做的，它的这个工艺都会显得不是那么流畅，知道吧？看这些宽窄粗细不是那么一样的，因为它不像现在电动手工工具那么快，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准确，所以这是一个入清的一个呱呱，东西挺好的，很开门，然后玉质也偏白啊，虽然里边棉比较多，但是这种东西过去一般都是紫料，它没有那种开那种大山料的那种，就没那个必要，你知道吗？过去紫料多，一般都是紫料，然后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已经有点微微的沁的有点发灰了，但是这个东西盘一盘是能盘回来的。好吧，这次也算没白跑啊，收获一个这个清代的一个和田玉的小呱呱，哎，挺合适的啊，没想到吧，田园还会买玉。OK， 我是爱收藏的田园，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点赞加关注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